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力豪给你十秒钟的时间，请所有的投资人把你的手机照相功能全部打开，因为今天我们全部都要做验证。我的车标写得很清楚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各位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在台湾做股票绝对不能再靠造假作弊欺骗吹牛，没有用了。因为现在的投资人脑袋非常有智慧，如果你再用欺骗的方式，如果你再用吹牛的方式，各位我跟你讲，你不但做不到业绩，还会被人家唾弃。各位，这段时间以来，力豪真的我非常的感恩。各位，现在很多很多投顾那边的会员哦，都转到力豪这边，尤其在公司里面也很多的会员全部转到这边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做得到。各位，让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那是多么爽的一件事情。各位，我今天我验证几档股票给你看好不好？我刚刚不是叫你手机照相功能全部打开吗？给我今天的资料全部从我手机里面印出来的。那你照相功能打开之后，等一下我在讲的时候，你可以一直拍照拍照拍照，只要你抓到我陈力豪有造假作弊，我就退出股市。各位， 我跟你讲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力豪。各位，你今天看一档股票就好，你看你看这个，各位你看这档股票叫高丽，有没有？各位，再创历史新高。各位，高丽今天喷涨停板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全国的投资人应该都可以发现，今天涨停板的股票，各位，我的股票里面有两只股票再创历史新高，一只就是高丽创历史新高，今天攻涨停；另外一只就是四星 KY， 今天再创历史新高，来到1890块。各位，两只股票再创历史新高，而且各位，这两只股票我们上个礼拜全部都买回哦。你注意看，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。各位注意看，你注意看看我用手机验证好不好？我把那个资料印出来，你看我怎么跟会员讲。各位，你知道跟到一个老师哦，他最重要的地方在哪里？这个老师要有非常负责任，而且这只股票他当初建议买进的时候是为什么原因要买进，那如果这档股票在盘中做了什么样的变化，你要告诉会员说这档股票是什么原因会做这个变化，然后要告诉他们目标到哪里。各位听得懂吗？你如果真的都可以做到像陈力豪这样，那各位全国的观众，各位真的你跟着我们一起打江山。各位，你在股市里面最重要的是要赚大钱，不是在那边听吹牛比赛的，知道吗？给我先让你看一档股票，等一下再让你看一段 VCR， 你看完之后你就帮我鼓鼓掌就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不愿意跟着陈力豪打江山，你就帮我鼓鼓掌就好，然后帮我们跟我们的会员呢一起怎么样，真的恭喜他们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各位来看这档股票叫6月26号。各位注意看哦，6月26号的高丽，当初我是不是送给你们的礼物？你记不记得我送给你一个礼物？各位，结果我们买到了。6月26号当初做第一次的时候，早上9点08分54秒。好，各位，这张股票我们当天做了，赚了一只，赚了一个价差，叫28块的价差，有没有？各位，那我赚了28块的价差，我在电视上我也带会员，6月26号天哪，8996高丽冲上来了，而且今天最低320附近，我们在建议342到350先出，有没有？那各位出掉之后赚了多少钱？赚了28块，也就是说你买10张赚28万，100张赚280万。好，各位，这是6月26号对不对？我赚起来了。各位你注意看这一段 VC 啊，你看完之后你帮我鼓鼓掌。各位，隔天打到跌停板，6月27号杀到跌停板。各位注意看哦，6月27号杀到跌停板，好，杀到跌停板。各位，你看我怎么告诉会员好不好？你看我怎么告诉会员，注意看哦，6月27号会员注意，8996的高丽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，人家在洗盘，彻底的清洗浮额，彻底的清洗浮额，
如果怕的人现在又到319，你自己要出场自己决定，否则我会安全带出目标420块。好，各位，我当初已经告诉我的会员，我赚了28块哦，赚了28块之后打下来跌停板，我告诉我的会员赶快，人家在清洗浮额。哎，各位，你参加的投顾老师会像这样告诉你说打下来的原因哦，因为打到跌停板清洗浮额哦，会这样吗？不会吧，因为踹都踹了一蛋啊，因为他搞不清楚啊，所以吓都吓死了。我不一样，我带你出350哦，打到跌停板我还告诉你哦，你看打到跌停板我要告诉会员，人家在清洗浮额呢，哎，人家在清洗，彻底的清洗浮额啊，我的目标上看420啊，我已经告诉会员哦，哥你再看看这个地方，我都会安全的带出，最后8996的高利已经告诉大家在洗盘，刚刚还有人买到306307，各位看到没有？跌停板通通买，各位6月27啊，各位你看一下今天，你看一下今天372，各位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全国第一名的老师，赚最多的老师，各位实实在在哦，跟前面那个老师吹牛比赛不一样哦，是实实在在。所以各位，今天10张再赚66万，100张再赚660万。各位，你看，你前面赚了钱之后，各位再买跌停板，连跌停板我都敢买。各位，到今天10张再赚66万，100张再赚660万。各位，今天攻涨停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一段。我告诉你，306块，你敢买吗？各位，请看 VCR。各位，你看6月26号，我当初送给你们的礼物有没有？当初不是送给你们有没有？端午节大礼，超级粉红钻，不是跟你讲高利吗？好，各位来，你注意看，我送给你之后，我们不是都买到了吗？买到之后，各位我们怎么出的？你看，我电视上6月26号，我不是告诉会员吗？我不是我们342块以上全出了有没有？是不是全出了？各位你看，你看高利，你注意哦，你注意。我们是6月21号买的哦，注意看哦，6月21号买的哦，啊，各位冲上去了，你看我是不是叫出了？叫出出到最高价，出了最高价，各位你看，我们是真的6月26号出到最高价呢，出到最高价，而且各位出掉之后，我当初在电视上有没有跟你讲？哎，我们出掉这是赚28块，10张28万有没有？100张是不是280万？各位是不是入袋为安？各位是不是入袋为安？入袋为安呢、啊？各位入袋为安之后，那一天因为消息出来有没有？隔天是不是打跌停？有没有？隔天是不是打跌停？打到306块的跌停板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我陈立豪有没有在电视上跟你讲跌停板要敢买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嘛？你看今天，各位今天上去了，你看，你要敢买，各位今天上来了317了。各位跌停板你一定很多人不敢买对不对？我是谁？我是一流的老师，我就是敢买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有看到吗？今天你在选择一个老师的时候，你再怎么笨你都要选择像陈立豪这种老师，因为我的侧标解得很清楚了，你要有勇气、霸气跟行动力。各位，一只股票你可以真的做到淋漓尽致对不对？各位，哎，做股票你要来回去做价差，你不能说像其他的老师啊，曾经说到的股票或许当初都没有涨，突然涨上来了，他就说哦，曾经我讲过这档股票。哎，各位，你曾经讲过跟你现在有没有赚钱是两回事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陈立豪不一样的，我们是买得到一定赚得到的。所以各位你看，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了吗？6月26号320附近买对不对？哎，我马上就带你出350附近，我已经赚了28块，28块赚到之后，各位，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出掉之后隔天打到跌停板，各位你敢买跌停吗？我不是电视上我还告诉我的会员，哎，6月27号会员注意8996高利，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人家在彻底的清洗浮额，各位你怕什么？我会安全带出到420块。各位，今天从306块买到跌停板，到今天各位攻涨停到372，各位，你就算今天全部出光好了啦，各位，10张再赚66万，天哪，真准！
准到吓死人了，各位，准到吓死人了。各位，6月27号再买回的，有没有？还有很多人买到跌停板，跌停板，跌停板呢、啊。各位，你敢买吗？各位看到没有？真实富贵，千真万确。光这档股票才做几次？做了六次，赚的价差150块了。我要像其他老师在吹牛比赛吗？不用啊，我从头到尾都拿手机的手机印出来的讯息给你看。各位，再看四星 KY， 哎，各位帮我鼓鼓掌，四星 KY 好不好？我们的四星 KY 赚到真的，各位赚钱赚到不省人事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跟你讲过那个第七期从化区有没有？我为什么一直讲他？你知道吗？他今天又帮我介绍六组会员呢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六组啊！各位，当一个人哈、哦、参加一个投顾老师的时候，他真的赚大钱了，赚翻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赶他走都赶不走了，而且他可以一直介绍会员给你。各位四星 KY， 各位你看哦，我们不要讲太前面，我们的累积已经到19650块的价差了，19650块的价差了。我们就讲6月28号之后到现在就好，好不好？6月28号你看过我买股票，各位6月28号我是买一次1730附近的，我是不是6月29号跟你讲，哎，我先出一趟这个1730的，我是不是赚80块？各位，我当初我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，我在电也不是印证给你看了吗？6月29号我不是印证给你看了吗？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1730附近买的，现在1790到1820可以全部出场获利。我是说关于昨天1730买的哦。那各位，我关于1730买的，我是赚80块。各位，10张是80万，100张800万。好，各位，你看看我6月28号我连布局两次哦，我布局两次哦，你再看看，各位，这一次是1735买的，1735买的，各位，我今天早上我才带出，你看，各位，今天7月3号，今天7月3号，会员注意，会员现在会员请特别注意哦，上周不管是1730或1740或者是1770附近有加码。各位买回3661、3661的四星 KY， 各位，我今天短线才带出哦，建议的价位是到1885哦，各位，请全部获利出场，保留资金1885。各位注意看，你看3661，今天最高收盘收到1890，全部出短线出光了。你一定会说，老师啊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么准？各位，我是陈立好呢。我是全国第一呢，业绩第一，绩效第一的老师呢，各位三个第一名的老师，三个第一名，而且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，光四星 KY 就赚翻了。各位，这一次买到的四星 KY， 哎，你看才6月28号买而已，到今天7月3号，礼拜六礼拜天不算哦，各位又150块了，各位十张就好，150万，100张又1500万，我的天哪！给那个第七期从化区的那个人赚钱赚到呆掉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赚钱赚到呆掉，你有看过吗？各位，10张又150万。各位做股票赚钱赚到呆掉，你有听过吗？他今天早上打电话跟我讲，老师啊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说什么怎么办？老师，我手上一大堆是新 KY 啊，还有30几张啊。我说你赚钱呢有什么关系？老师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我跟其他的老师从来没有赚过大钱，跟着你之后赚到大钱，赚到真的我都忘掉该怎么办了。各位你看到没有？真的赚钱赚到呆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买房子从之前赔了3亿赚回3亿，再买一栋房子豪宅，然后各位买了一部兰博基尼，又买一部宾士 S500， 各位之后又赚到大钱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他不帮我介绍会员要怎么办？他一定帮我介绍会员了。所以各位真的，一档股票就可以让你看到，更何况刚刚高利你也看到了，高利你看，哎，上个礼拜买一次做一个短线赚28块，打到跌停板，全市场不敢买，我还告诉会员，还传给会员说赶快买跌停板啊，人家清洗浮额，刚刚你不是看到了吗？我不是讲清洗浮额吗？彻底的清洗浮额啊。各位你在怕什么？一个老师懂得筹码的人，他会告诉他的会员是什么原因呢、啊、各位
你看看我陈立豪，我已经告诉会员了，不要去担心那个啊。哎，人家在清洗福额呢。哎，你怎么有些人白痴白痴还搞不清楚？哎，为什么会打跌停？我都告诉我的会员了。6月27号，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好，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们，人家在清洗福额，彻底的清洗福额。所以全买。哎，我的会员买最多的高利是买到183张，哎，183张啊，183张，从306块到今天372块，各位，66块乘上173张，你看他赚多少钱？赚到呆掉了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从头到尾都在验证哦，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哦，其他老师造假作弊吹牛一大堆，我不会，我不会，所以各位。你看高利赚翻了，连四星也赚翻了，10张就好赚150万，100张赚1500万。你可能会在讲说，老师啊，哎，那四星 KY 今天创历史新高呢？啊，老师啊，创历史新高，你该怎么？你为什么要带出？各位，我跟你说过一件事情哦，做股票你随时要保持着战斗力，你随时的要懂得什么叫居高思维。有时候上去给别人赚没关系。等到震荡有机会拉回，我们再切入就好了，听得懂吗？我做股票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跟着陈立豪？因为我当初不是说过了吗？你跟着立豪安心，你做股票要安心，知道吗？你要非常安心，赚到大钱先出来，先落袋为安嘛，懂吗？先落袋为安，然后各位等到拉回震荡的时候再买就好了，不要一直跟着一些阿呆白痴去乱追高，知道吗？各位那有风险啊，一定会有风险的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什么安心，然后放心，才会开心嘛，你才会开心呢、啊。所以各位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啊，听得懂吗？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？各位，这个社会哦，充斥着很多的诈骗集团，在台湾股市也是一样，有很多的是诈骗的老师，诈骗那没办法、啊。但是为什么要转到立豪这边？因为现在市场人家投资人学会了一件事情，事实胜于雄辩，人家投资人了解一件事情，在台湾做股票真的要从头到尾要验证。所以各位，我的侧标写什么？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知道吗？各位，你再看一档股票，各位有一档股票你注意看，它叫做台达电。我没有从底部开始玩台达电哦，我不是哦，我不会像其他老师在吹牛比赛。各位你看，各位台达电，注意看有没有？哎，各位，我台达电6月27号买的，我没有在这边买，也没有在这边买，我是6月27，各位注意哦，我是6月27号买的，我是6月27号买啊。各位你看一下6月26号的。当初我们把高利第一次有没有高利第一时间出场的时候，当初6月26号我们把那个高利出在342到350块的时候，有没有？你看到这一通，会员注意把今天出场的资金转到2308台达电340到346哦，早上10点35分，各位有没有成交？全部成交。而且各位隔天还有价位，连续两天，你看各位连续两天都有价位可以让你买，有没有？你们看到346345有没有？我陈立豪讲什么？我在6月26号早上10点35分就讲340到346了，各位买到了，全部买到了，全部买到了，各位成交10000多张，怎么可能买不到？全部买到了。各位买到之后，这档股票跟着除息哦，跟着除息，各位你看到今天连飙两根，各位今天最高366，各位连这样的股票我都可以帮你赚大钱了，更何况其他股票，对不对？我陈立豪真的很厉害，真的。今天7月3号，会员注意2308台达电买340到346的，有跟着除息，现在也上来了。各位，那这一档股票，我们的目标先看短线380，先抱着好了。我是谁？一流的老师，哎，不是一流，我是超级一流。高利让你赚了多少钱？赚了66块，今天攻涨停，
四星 KY 再赚150块，累计19650块了。各位，台达电23块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各位，你不跟我要跟谁？你不跟赚真的帮你赚大钱的人，你要跟谁？各位，我们一起来做有钱人，真的，我们一起来做有钱人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跟那个吹牛造假作弊的老师啦，千万不要跟啦，不然你会死路一条。你到最后还是转到陈立豪这边，那你不如就干脆跟着陈立豪就好，好不好？所以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发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哦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因为我们明天有一档股票，我们的会员要进场，那各位你跟着进好不好？你跟着进，千万要跟着进，你相信我，真的。让你有机会买得到赚得到，而且你通通都有机会买到，而且这档股票不是很高的价钱，你通通买得到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你只要一通电话我就可以帮得到你，好不好？那各位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哦，你不要真的白痴白痴呆呆的哦，在那边不知道后来后知后觉哦，人家真的飙上去冲上去的时候就像高利哦，我就跟你讲，人家在清洗福尔，你不清楚啊？就很多人说老师跌停板跌停板怎么办？买呀，干嘛？今天表372赚66块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的一个会员买173张，173张，天哪、啊！乘以66块，你看他赚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加入赢家的行列。讲过，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在台湾股市要赚钱太简单了，真的一点都不难。各位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档股票叫美食？各位，6月21号有没有？我是不是带你买在305-309？各位，这档股票你记不记得？我在6月29号我全出了，有没有？我在电视上跟你讲过几次？我说我赚了41块，10张赚41万，100张赚410万，我是不是入袋为安了？你一定会讲，你看我那时候在电视上不是跟你讲吗？赚了41块，3、4、6出，有没有？这不是写一个出吗？哥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出吗？我让你看好不好？来，你注意看，1795的股票今天打回到哪里？打回到跌停293。各位，我为什么要出？你跟到一个好的老师哦，我跟你讲，他一定负责带你进带你出，而且告诉你原因了。就像高利，我刚刚跟你讲原因了，对不对？你看美食。给我出的漂亮，今天打下来，各位，我直接跟你讲好了，今天打下来293，
各位跌停板，你相不相信我们有买？各位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今天我又买回美食了。我直接跟你讲，我又买回美食了。你再看看他除息，七月五号除息嘛，除息完毕之后，你看他怎么做就这样了。给我陈立豪讲话，我很实在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。各位，全国第一的老师呢，而且不造假、不作弊、不欺骗、不吹牛的老师，哎，这样的老师你不跟，你要跟谁啦？各位，让每天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你赚大钱了，你就会变成习惯了，真的，好不好？跟着立豪，安心、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，所有的业务都在等你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来赚大钱，赚到年底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赚大钱，赚到年底。行不行？跟我一起做，真的，所有业务都在等你。要转组的，要真的要投靠陈立豪的，我伸出双手欢迎你。我们要做到全国第一，好吗？各位跟着立豪，安心、放心又开心。一通电话，我帮得到你。各位好了，其他的时间让你去打电话，好不好？所有业务都在等你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